还在这里给我装木桶，不是说现在要炫皮肤吗？这一件出场，我觉得有要必须要有点样子的，准备。看，我去，看木桶如何拿捏富婆。哥们儿，有没有想法啥职业？什么职业？就是可以上场的那种，什么水平？我是战神水平啊。就是啊，你碰到战神夸吗？很厉害的，好吧。OK， 我很欣赏你的气质和你说话的语气，有没有兴趣现在加入我的鸟不拉屎职业战队？这什么东西啊？没听过呀。如果说你感兴趣，我愿意花一点点时间考核一下你。怎么那个啥呀？怎么考核呀？要考核你一把，你感觉你能杀五个吗？他说你一局能杀五个吗？我真笑了，人家不是人家战神好吗？你问他一局能杀五个，就纯纯瞧不起人好吧？不是你在瞧不好吧？你这样不好吧，兄弟？这杀五个，那不是有手就行吗？能不能选你一个人？我们其他人观战。可以，随便打。行，我先跟你说，首先我不是骗子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木桶这个人？木桶是谁？没听说过。木桶是谁？小三，帮我挽回一下面子，说木桶你都不知道？不是吧？你连木桶你都不知道？可以了，你小三，你去旁边躲一下，我怕这哥们儿等会儿吹得有点神，一下就没了，知道吧？哦。我们操作吧，小三。我真笑了，开了一个牧童的同款变音器，你就觉得自己是牧童了是吧？我真笑死。要是微信区有号的话，我可以带你去微信区坐下车。哎，微信区我今天都没打过游戏。哎呦，撞起来了。你那个车皮那么贵，怎么可能有他那个车？我跟你说，那个车皮我也是满级皮肤。他那个车皮是昨天才出的，怎么可能满级？肯定是吹牛的。就看着我是个小妹妹，又开始装起来了。我记得满级。你这么自恋啊，别觉得我想泡你，我没有想泡你，我只想让你坐一下。你不用吹牛了，好吧？你不用在那里装，真的。鼓掌！牛逼！赶紧把你微信区的 ID 发给我，我加你，我去加你，哥，小姐姐。是我吗？不好吧？你不要觉得我喜欢你，你亲，我只是想让你坐一下我的路特斯。可是我怕你连我的热力值都不用。哎 ，ID 发给我 ，OK 呀。牧童去微信区搜索小姐姐之后，真的假的？蓝图给你女朋友哎！出血我看出了多少了？热力档案，小超10多万啊！吓得我屁都放了几个。这样的话，我先传的诚意。就这个不是人肌肤吗？我来跟我炫，看我的皮肤吧，还是、没有来吧，看我的皮肤吧，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全是巨星的。你要看车皮吗？啊，行，我炫死你！你看一下你的车皮，哇，金马再加金马，小子，哦，小子，银色兰博基尼再加金色，你看到了吗？对吗？南瓜车都有啊。谁还没有车皮呀、啊？真服了！可以加个微信吗，小姐？可以加个微信？你还在这里给我装木桶？不是说现在要炫皮肤吗？你先把皮肤给炫出来，行吧？准备好了吗？这一件出场，我觉得必须要有点样子的。准备好。看，我去，真的有啊！居然有这个！哇，还是有一丢丢的实力，好吧？这个不算啥，给你看个更猛的。This is the future. 我靠！我靠！我他居然有赐予金尊，可以了吧？666。相信我是主播吗？你不会真的是木桶吧？来，你再开始游戏，我带你去出岛看一下。来，你开始。让我看看你这个车，我去。